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早上好，再一次我们回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或者你是在视频面前，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带着守节清心的灵来到敬畏我们的神。当我们一起合一的敬拜的时候，神会亲自来到探访我们，他的荣耀必会降临。当教会合一的时候，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将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神一定会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中间。 Amen。 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也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家众教会众神的百姓一起来带头。哈利路亚，爱我们的天父主圣灵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早上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敬拜你，因为主你说凡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主，我们要为这马来西亚来到祷告，愿神祝福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有神的亲自的带领和引导，也求神也纪念以色列国，让以色列国的百姓他们的领导人，主啊，有和平之君在他们当中，有和平的君王在他们的当中。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你，因为若我们不开口赞美你，要兴起石头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一起合一的敬拜，带下神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把今天整个聚会从起初到末了都交在神你的手中。主啊，你就是那位掌权者，你做主做王在我们生命里头，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世代交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带着喜乐的心，带着有盼望来到仰望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那那犹大是指你的神，走深谷预备朝天堂，少年人看一生，老年人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全靠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赞动，耶和华的讲道，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看他有大师指引的神，众生徒已被朝见他，少年人看一生，老人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新的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赞动，耶和华自强高，光明要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有敬拜真正，我们有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有敬拜真正，我们有
在时代是你的时代，在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要以敬拜来真正，我们要以祷告来改变这世界，让我们的口带出祷告的声音，我们的口是祷告的出口。主啊，没有埋怨，只有感恩，只要来到荣耀我们的神。主啊，愿你的爱今天早上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若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若没有耶稣的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神今天早上让你的和平之君掌权在我们当中，全世界都有和平的君王统管万有。哈利路亚。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这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再来一次，耶稣的爱虽然我们测不透摸不着，但是我们能看得见。当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
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哈利路亚，是的主，若没有爱，我们真的是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器皿。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火来点燃我们，来燃烧我们，圣灵来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主你的爱更加的火热，跟对人的爱也更加的火热。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得胜，我们活在得胜的时代， Amen。 我们主已经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胜过一切的患难。让我们一起来朝见那犹大的狮子已得胜， Amen。 靠着我们主，我们要得胜，哈利路亚。因为复兴之前必有逼迫，必有混乱，但是混乱过后，黑暗过后，必有黎明，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仰望，用我们敬拜感恩我们的神。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总为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总为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属，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属，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我
再一次非常的喜乐能够来到你们的当中，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也一样的欢迎你，很高兴见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你身边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对了啊，我们不要啊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呀。对了，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每一个主日能够看到主内的弟兄 姐妹还有朋友们的出席，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莫大的这个喜乐，感谢主。好，我们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到朝见你，感谢你，我们能够敬拜你独一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祈求圣灵如膏油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如江河，活水的江河滋润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来向我们说话。赐福以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和睦共处的福气。
相信在这个世界，无论是家庭、公司、社群、国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安宁、安稳、和谐、喜乐的环境啊！每个人都不想活在一个争争吵吵啊，骂时常的打架骂架，你死我活啊，在这种的环境之下，互相的纷争、不和、攻击，互相的对立啊，这不是我们喜欢经历到的呀。那么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有出现这些纷争和不和的事情。人类最早的两个兄弟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啊，大概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哥哥杀弟弟，好恐怖哦！你看到人心的诡诈和黑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上帝啊怎么样的使到这个以色列形成了一个国，原本是一个联合国，后来他们又成为分裂国。来到四世纪的时候，四世时代，以色列众弟兄们也不断的在那一边征战啊，分裂。Yeah, 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也分裂了，两国的弟兄翻脸，那个情况更悲惨。你可以在四世纪二十一章读到。来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选了十二位的门徒训练他们，免费训练其他的神学还要收费免费训练他们两年多临时就临别的时候，在一起这个餐桌上，这十二个门徒也在那边闹情绪闹意见个人要争论做第一名，我要做头啊！你看，教会也是不完美，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也分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和十三节。哥林多教会也分为四个党派，不但是政治有党派教会也有党派我是彼得派，我是保罗派，我是阿波罗派，还有一个更属灵我是耶稣派基督派。更加的，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特别提到两位姐妹。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保罗说：“我劝有阿弟，也劝寻都基，要在主里有同样的思想。我真诚的。”同道啊，我也求你们帮助他们这两个女人。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两个领袖，两个女的领袖有意见，有心病，有摩擦，有误会。所以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叫他们帮助这两位姐妹和好不要争吵你看到吗？和睦共处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我要从诗篇1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跟大家分享，当弟兄姐妹任何的人际关系和睦共处，和睦的住在一起，神的祝福就会临到。第一节，看啊，弟兄，当然圣经讲到弟兄是有包括姐妹的， It's a general term一个普遍的一个词句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后来呢，因着这个字同居很敏感所以新译本呢就翻译为共处，dwell together
啊，就是弟兄和睦共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先善哦，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无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对了，诗篇133篇是一篇祝福的礼仪诗歌 Liturgical Psalms Liturgy， 就是一些礼仪的诗篇。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啊，Songs of Ascent 或者是 Songs of Degree 啊，那么它也被称为是朝圣之歌或者是智慧诗啊。所以呢，这一组的诗篇呢，就是那些朝圣者啊，他们呢一起的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因为以色列呢有三大节期，在这三大节期里面，这些朝圣者呢就会上行去到锡安，去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当他们走在这个旅途中的时候，他们就会唱这些诗歌啊，就是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上路，彼此的一起的同伴啊。所以这一组的诗歌呢，上行之诗呢的写作的年代是被掳之后啊，就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断的犯罪作恶，结果呢上帝要管教他们啊，就让巴比伦啊这个啊把他们掳到外国去了啊。但是神有恩典哦，70年之后呢，上帝说 OK， 抛在云端啊，现在可以放人回来了，就让他们回来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他们宗教的生活。当时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很多地方去哦，尤其是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国。所以这些难民啊，所谓离开自己的家园的难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重返祖国，最大的喜乐就是前往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这个跟我们有一点相似哦，在过去的两年多三年啊，我们也是被掳啊，因为疫情，我们没有这个实体的聚会。但是现在呢，我们再一次的回来，恢复了实体的聚会。哇，我们也可以唱这些上行之诗啊！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哇，回到神的家啊，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回到神的家呀。今天呢，我只大家跟大家分享两个大纲而已。和睦共处的福气是什么呢？有两个福，一个祝福，一个赐福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诗人说到看啊，看啊，这个字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看啊，啊，某某人走过，看啊，一些很美的烟花啊，看啊，某某个美女，或者跟某某个俊男啊走过啊。所以看啊，这里呢是诗人要我们留意，留意，留意什么呢？弟兄，这也是包括姐妹啊，弟兄和姐妹和睦共处。那当然这里弟兄不是当然只有血统的关系，就是犹太人的血统，也包括了因为信仰的缘故啊，我们在主里就是成为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呢？哇，虽然你不是我的血统的弟兄和姐妹，我们都彼此的称呼哦，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啊，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了一家人啊，我们一家也是人，要记得。
是的，所以这些朝圣者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来自不同的支派，但是他们都有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起的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聚合在一起，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姓、姓吧，就是我们姓陈姓李还是什么、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我们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所以不要 sidetrack 啊，不要想其他的原因啊，我们来就是焦点就是在于以色列的圣者。哇，今天敬拜真的非常美好呀，我们来到就是要敬拜神，要看神不要看人，我们不是来敬拜人，对不对？我们是来敬拜神而已，所以我们的眼目看着神，不要看人啊，看人我们就跌倒啊。当我们聚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神的时候呢，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有哪些祝福呢？首先呢就是诗人提到的， 他提到两个比喻，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油的比喻呀，他说弟兄聚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如这个油就倾倒下来了，倾倒下来了。哇，看到吗？诗人把弟兄姐妹和睦的共处比喻为甚高油。那油在古代的国家呢，它有很多的用处，但是这里指的油是很特别的，是橄榄油，而这个橄榄油是很高贵的油。那如果这个橄榄油又加上了一些特别的香料啊，它就变成了圣油。圣油是怎样用的呢？圣油是用在高莫这个会幕，使得会幕呢成圣。成圣的意思是说会幕就分别出来，单单被神用啊，就是让弟兄姐妹来到敬拜神的。你不可以在会幕那边搞barbecue 或者是什么 party 不可以，因为它已经分别为圣了。所以这个会幕就代表今天的教堂、教堂就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我们不在这里做买卖，我们不在这里搞什么世界的活动，我们不搞政治活动，因为教会呢是分别为圣，给弟兄姐妹来亲近神、来敬拜神的、除了高莫会幕以外呢，这个高油也是用高在一些特别的人，在旧约里面呢，就是君王、司师、祭司、先知啊。为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把他们分别为圣，这一组的人是神所呼召的，上帝把他们呼召出来，所以他们就要特别的有神的恩膏和祝福啊。所以要高莫这四种的人 ：the king, the priest,The judges and the prophet 所以这个膏油啊是很特别的。在这里呢、我看到这个橄榄油、这个香膏、这里诗人形容到它是浇在亚伦的头上。亚伦就是大祭司，亚伦呢就是祭司家族的头所以他的名字呢就代表了全部的祭司。这个膏油不是单单浇在大祭司的身上而已，他说他流到哪里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并不代表这个膏油只是给亚伦而已， 也没有限制给这个亚伦，他是给全体的祭司。那我来到新约，这也包括了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就是圣洁的祭司。 First Peter chapter 2 verse 9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能够献祭我们献什么祭不是牛羊鸡鸭不是，我们献的是
敬拜，口唇的祭，敬拜赞美啊，对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个膏油，而这个膏油降在亚伦的头上呢，不是一点点的，很吝啬的一滴两滴，不是的，它是大量的油，大量的油倒在他的头上。如果你看他的原文啊，他的原文呢带出了三次向下流啊，永流不息，向下流，一直的向下流三次，从他的头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流到他的全身。哇，这个代表啊，上帝的祝福啊，真的是满满的，上帝的恩福不吝啬的啊。但是是给谁呢？给那一群弟兄姐妹和睦共处在一起才有的啊！如果你争我杀，你死我活啊，没有膏油，膏油没有流啊，就中断了。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互相的相爱啊，上帝的恩膏，上帝贵重的这个膏油就会降下，是上帝给的。不，人是不可以赚取的，不可以借助你的善行，你给很多的奉献哦，你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不是的。上帝的膏油不就是永流不息，不断的倾倒出来，就是给那些弟兄姐妹和睦共处。哇， His Church 要不要这种的祝福啊？阿们，要了，是的，这个膏油不是当给牧师而已啊，不是我们的专利啊 ，monopoly 啊 ，no no no， we don't monopolize God's blessing， 上帝的祝福是给每一个人的，就如我所说的，每一个信徒都是圣洁的祭司，就是你，就是我，每一个人，啊，只要我们和睦共处，这个油就倒下来。但我又讲到无须哦，祭司的无须是不准被剪的，所以很长哦。感谢主，我们可以剪啊。OK， 弟兄，啊，衣襟呢，就是指啊这个啊祭司穿的那个圣袍。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将这个弟兄姐妹 live dwell in unity 哦 ，dwell in peace， 和睦的共处，比喻成为圣膏油。哦，所以呢，这个油也是圣灵的比喻之意啊呀，圣灵的比喻之意，而且这个油呢，都是形容、象征喜乐啊、祝福、满意、恩膏。哇哦！所以我们不要使到这个油中断了哈啊，这就糟糕了哦。我们要渴慕。但我们要渴慕，我们就要学习大家和睦共处哦。好，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来看第二个比喻哦。这里诗人形容啊，教会啊，啊，朝圣者啊，我们都是朝圣者啊，我们都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走向耶稣基督啊，一天见到耶稣基督啊，所以朝圣者。当我们和睦共处，不分彼此，一起同心的去敬拜神，不单止我们领受到膏油的这个倾倒和祝福，我们还有领受到甘露的倾倒和祝福。这里诗人呢，就用到这个黑门山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 ？OK， 看到吗？黑门山是最高的山，有没有留意到啊？其实黑门山呢，就是坐落在叙利亚，它的高度大约是海拔9000尺的高山，非常的高，对不对？哇，黑门山非常的高，因为它很高，所以它有那个雨量啊，有雪，也有甘露。带来的水分啊，再看另外一个地图，看到吗？黑门山
很高哦，好像如果说拿来形容啊，加上马来西亚的金马伦，当然那个是小巫见大巫啦，或者是云顶啊呀，所以你看在北部哦，那西安呢，耶路撒冷呢就在南部，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哦，这个甘露啊，虽然是从黑门山那边来啊，但是因为弟兄姐妹和睦共处啊，这个甘露啊会倾倒，会流。当然，从黑门山来到西安，来到耶路撒冷，当中还有很多的众山，一系列的山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去过金马伦哦。当你出发的时候，这座山你看到对面的金马伦，你的目的地啊，好像很近这样哦。哦，看到了，看到了。哎，但是你驾车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两一个小时，哎，怎么还没有到的啊？好像看到很近这样哦，这样弯了两个小时才到。啊，西啊，这个黑门山也是如此，它非常的遥远啊，在北部西安山，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去的地方是在西安，在南部，当中还有很多座的山，它是神的祝福，很奇妙哦。他会从黑门山啊，一直的飘，可能风吹也好啊，是什么哦？那个甘露啊，会蔓延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那为什么这个甘露那么重要呢？因为以色列国是一个半沙漠地带，白天非常的炎热，因为太阳很猛啊，白天是很热的。结果呢，哦，在耶路撒冷呢，那田野的草木就会枯干了啊，因为缺乏水源啊，所以它的河床呢经常都是很枯干的。怎么办？上帝很恩待他们啊，因为在黑门山有很多的露水啊，夜半的露水啊。你去过金马伦云顶你知道咯，是不是啊？半夜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之前，你看到很多的露水呀，哈，蒙蒙的露水，你的车有一层的水，你住的地方玻璃有一层的水，你出去不戴帽子，头发也是湿湿的呀。所以呢，这个黑门山的露水就带来了滋润给这些田野的草木，哇！所以你想看多么的重要哦，这个露水。所以黑门山呢，是以它的草木而闻名。即使在夏季的时候，它们也不会枯干呀。所以甘露呢，是维持植业的生长呀。所以在这里，圣经呢，经常用这个露水来代表啊。再看下去有没有啊？来代表什么啊？神的祝福啊。我为了节省一些时间哦，请大家啊，如果要的话，拍张照片或者抄下来这些经文呀，你们回去自己看啊。我本身已经看了了哈，在圣经里面呢，经常呢将这个露水啊 ，dew or the mist 啊 ，dew or the mist 啊，象征为神的祝福呀。而且这个dew 啊，水分啊，也是圣灵的象征之一啊。The river of God is referring to the Holy Spirit. The dew, the water. Yeah, 对了，所以诗人这里提到弟兄姐妹和睦的共处，就是如这个甘露一样滋润啊，不但自己得到滋润啊，也使到别人也得到滋润。黑门山的甘露一直的飘到下来，经过很多座的山来到耶路撒冷，很多人都蒙福了。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哦，因为魔鬼撒旦啊，最喜欢搞的就是什么啊？使到教会破裂，使到人际关系破裂，婚姻破裂，弟兄姐妹的感情破裂呀，这个是魔鬼撒旦的喜欢用的一个武器之一。
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反省今日的教会，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啊，我们不能够彼此的包容啊，而成为了互相的对立的态度，甚至互相的攻击。不是单单教会，家庭也是这样，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啊，亲戚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呀，邻居的关系，有时候就是为了一些看不开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啊，我们就哇搞一个世界大战了呀，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跟你身边人说，某种鸡不要种鸡啊，不要种鸡。对了，魔鬼撒旦喜欢搞分裂，圣灵搞合一。合一就是力量，合一就是一种的团结，就是力量。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哦，一个老爸啊，有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时常吵架骂架打架啊，老爸在临终的时候叫老大过来拿一只柱过来，然后他就叫老大在众弟兄面前把它折断，他一下子就不出九马之力断了了。然后老爸就说，好，现在呢每一个孩子都拿一只柱过来把它绑起来，然后呢就叫老大把它折断。哇，老大用尽哦他的力量哦，哇不能够折断呢，为什么啊？因为是绑在一起呀，十字的柱绑在一起有力量呢，你嘎啦带都不能够断啊。哦，是的，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柱很容易断，十支柱连在一起就变成有力量了。所以那十个孩子学到功课了，原来老爸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合一团结啊，因为一个人很容易就断了啊，但是团结起来就会有力量。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彼此的包容，我们是同路人啊，我们是同路人，跟你身边人说同路人。对了，所以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有两首歌在我的脑海里面。第一首呢就是同路人，就因为我们是同路人，很好听的，很有中国中国的味道啊啊！但是我一下子找不到那个歌词你知道吗。那第二首歌我想到的就是活出爱啊，所以我就传给 Sister Mabel 啊，唱这首歌，结束的时候唱这首歌哦。同路人也是很好听啊，啊，你们会唱吗？这首歌会啊，啊，下次了，我，哦，不会呀，啊。好了，下次我来哦，下次我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很长的时间啊，可能叫你们唱这首歌，很好听，它有那个中国的味道啊，中国的歌的味道。哦 ，Rachel 找到了啊。哦，很好听啊，所以今天教会呢，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是走同样的一条道路啊，就是走向啊上帝啊，有一天回到天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合一啊。好，来我们看第二个福，赐福。对了，赐福是人给不到你的，是神的，是神才能够给我们的。人只能够祝福你哦，但是神才能够赐福我们呀。Yeah. 所以这里讲到呢，因为在那里就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呀。Yeah. 我放红字哦，是要让大家留意哦。你要得到神的赐福，关键就是要和谐啊，合一、团结。啊，同心同行，神命定，神命定是要带出什么呢？神命定要带出的就是祝福，是神主动给我们的。It is God's
initiative. Yeah. Commanded. God will command the blessing. Yeah.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和睦在一起的时候，上帝主动的降下他的福气，因为只有他才能够赐福给我们。上帝不赐福我们，我们得不到他的祝福。你可以如何的劳力劳苦啊，做到不要睡觉啊，不要吃啊，还是得个吉。记得我讲过吗？诗篇127篇第一节，Psalms 127，诗篇127篇说到啊，你可以劳碌啊，劳碌啊，做到啊，黑夜不分啊，早上看不到太阳啊，回家的时候看不到月亮啊，哇，你真的是一直的做，一直的拼命的做，但是你看到，哎，为什么我的收入那么少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上帝的祝福。对了，我不是说人不需要啊勤力啊，不是。啊，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看，清早起来哦，哇，夜晚才睡觉哦，吃劳碌来的饭哦，啊，本是枉然啊！你看。做到我睡不着哦，失眠哦。但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哦，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努力，不是说 你不需要努力啊，不是啊，就是坐在那边单单祷告依靠神，不是的。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哦，好像学生这样，你要尽你的责任，读书读好你的书，然后你进入考场的时候，你才说上帝啊，帮助我啊，美好的记忆力，帮助我有智慧，这样去大。是的，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努力工作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不要单靠你自己啊，不要靠你自己啊。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啊，你所做的枉然啊，你的投资会失败啊，你所做的工作啊不起色啊，赚不到钱啊，这是一个事实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要有耶和华的祝福啊，耶和华的赐福啊，使到我们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呢，就是事倍功半呀。Yeah, 对了，有时候我会弄完这个成语呀、啊。呀、yeah, ，我们要依靠神啊，不要自夸，不要以为啊，我靠我自己可以建立我的江山哦，靠你自己山会倒，斗。斗啊斗，对，要依靠神、哦、所以他说和睦就是关键、啊、在那里，那里是指什么呢？那里是指、啊、弟兄姐妹聚合在一起，在神的家、啊、在灵里面合一，在那里。他不是指、啊哦每个和睦的、哦、每个和睦的人都有神的祝福、哦啊、好像早期的时候有那首歌、哦、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吗？啊，四海一家，它中文的翻译哦，啊 ，We are the world， 不是说任何外面的人啊，哦，聚合在一起，哦，那边就有耶和华的赐福了。No， 是神的儿女呀，相信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信靠神的人在一起。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条件的、啊、不是世界任何一个人在一起、啊、有时不是也在一起，什么都有在一起、啊啊、不一样的，是不是？是主你的人、啊、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聚合在一起，心连心，手连手、啊、秋看秋、啊、对了，就是那种的合意，在那里，在这一种的环境之下呀，就是诗人讲的以色列人能够体验到共同生活的那种的喜乐，一个信仰团体的见证，他们一同的领受神的恩福。所以在那里就有什么神所命定的福，是什么福啊？
这个福的本质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福分。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聚合在一起呢？啊，就是要活出神的话语，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聚合在一起？这样麻烦，礼拜天要这样早 起来，这里聚会又这样早九点，哦，这样麻烦。但是你看看其他的宗教，每个星期五下雨大雷闪电他们都在一起，哦，是不是呀？十年如一日都是这样。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敬拜这位真神而带着那种马马虎虎的心态，我得空就来了，不得空就不来了，下雨天我不来了，我们会有这种的心态吗？还是我们说，哦，没执事哦，在那里哦，在这里啊，哇，我们会一起的领受啊神的祝福，哇哦，所以不要错失啊这个祝福。好，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再看下去啊。啊，和睦共处的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这个是根据犹太拉比的传说 Rabbi, 啊 their story, 呀，讲到两个兄弟，一个叫做阿尔南，一个叫做亚劳纳，两个兄弟。他们是分开住的，但是他们很和睦，很彼此的相爱。阿尔南人口很多，啊，你可以看历代志上啊，First Chronicle 啊 ，First Chronicle 21呀，对了，阿尔南的人口很多，亚劳纳的人口很少。两个人的禾场很相连，禾场就是，啊，他们种那个麦穗啊，好像那个麦啊，麦片啊，麦片哦，啊，他们的禾场啊，禾场就是种麦的地方啊，那个麦穗的地方。两个人的禾场啊相连，很靠近了，啊。虽然两个兄弟住的地方都啊不一样，离开彼此的离开，可能一个住在左边，一个住在右边啊，离开一段啊距离。当收割的时候，收割这些禾木的时候，哦，亚劳纳心里就想，我哥哥的人口啊很多嘞，我的人口很少嘞，我相信哥哥需要更多的那些禾捆，所以呢他就暗暗的将这些禾捆啊麦啊扎起来，晚上的时候偷偷的走过去哥哥的家送给哥哥啊，就是放在他的禾捆的当中。那么阿尔南另外一方面呢，他心里也想，我的弟弟人口虽然很少，我的人口虽然很多，但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很丰盛，弟弟呀，比较好像缺乏钱哦，比较穷哦，我要将这些禾棍暗暗的送给我的弟弟。所以呢，结果这个哥哥呢，晚间的时候也摸着，把这些禾棍送到弟弟的禾场那边。白天的时候，两兄弟看，哎，做什么我的禾捆一点都不见少啊，诶，奇怪，我不是送了一捆的给了哥哥吗？为什么还是一样这样多呢？弟弟也说，诶，怎么这样多呢？第三天晚上，两个人正在互相送禾捆的时候，砰，佛车撞地头，两个人相撞啊，啊，原来是你呀！啊，原来是你呀！相信大家知道了那个故事了哈，两兄弟抱着哭了，哦，原来他们如此的相爱，为对方着想，想到大哥很多孩子，弟弟要祝福他多点的食物，啊，弟弟又想到啊，哥哥又想到弟弟呢比较穷啊，又想要分享。他的禾捆啊，这个故事
最美的地方就是这兄弟互相的感谢神的恩典。不但如此啊，由于他们这种的相爱和和睦啊，你知道吗？建殿的基地就是在那里。阿劳拿何尝建殿的基地啊 ，the site for the temple 啊，就在那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对了，你看到吗？手牵手一起走，看到吗？小孩子很容易哦，手牵手一起走哦，但是大人却不容易哦，大人就麻烦一点哦，复杂一点哦。哎呀，小孩子你说来，大家一起走，手牵手一起走，很容易哦。Yeah, 愿 His Church 啊，愿我们的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耶稣基督的爱的浇灌之下哦，弟兄姐妹都能够以耶稣的爱心、彼此的关怀、同心合意，努力的铸成这个和睦共处，以真诚相待。而不是做戏这样啊，哦，很 surface 啊，很 superficial artificial 啊，是真诚的相待哦，没有虚伪的，彼此的扶持，就好像在朝圣者哦，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朝拜上帝的时候，一条很艰难的朝圣路，他们没有啊 MRT 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 bus 车。走路的嘞，是不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但是在路上，他们彼此的扶持，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恩典之路》，我们同路人一起的奔跑这条恩典之路，半途有人跌倒，我们停下来扶他一把，把他拉上来，不要管他，你死我活你的事哦，我赶着去哦，我要赶着去领受祝福啊，你自己搞定啦，你自己执生啊 ，OK 啊，耶稣祝福你啊，拜拜。不能，我们不能够如此啊，就算我们迟一点到达西安山哦，我们也要留慢下来，停下来。扶一个跌倒了的弟兄，扶一个软弱的姐妹，扶他们一起的走，慢慢的走也不要紧，最重要一起到达上帝的圣山。所以这里是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众，不分彼此，上下一心，同舟共济，重建信仰，重建团体的生活。那么要和睦共处，讲和容易，对不对？讲就不容易咯，那怎么办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答案。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怎么样能够同心同行啊？谦卑，再谦卑，再谦卑，就是这个答案。很多时候人不能够合一，是因为骄傲，不可一世，永远是别人的错，我永远没有错的，我永远是对的，那你真的是大错特错呀。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哇哦，我们没有理由不合意啊，我们相信一位真神，我们相信一位耶稣，一位圣灵，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当然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谈何容易呢？但是圣经有教导我们，罗马书12章18节，
Romans chapter 12, verse 18.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保罗说到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所能与人和睦。Romans 12 verse 18，可能的话，就是尽我们的最大的力量。不要说不可以，夫妻之间也是一样。yeah, 尽你所能，家人也是一样，同事也是一样，与人和睦。Yeah, 要互相的相爱，互相的接纳，互相的饶恕，互相的怎么办呢？容让。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在新约，耶稣基督赐下一条新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John 13:34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赐下一条新的命令是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John 15:12-14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刚才我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主耶稣当时他快要上十字架了，他在一个没有爱只有猜疑又被拒绝的情况之下，门徒不体谅他的心，他要被钉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门徒仍然在争啊，我要做头，我要做头，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没有人体谅到耶稣的受苦。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以身作则，活生生的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就是耶稣为他们洗脚。老师哦，跟门徒洗脚嘞，就好像你的大老板啊，你的总裁替你洗脚哦，你在打工仔哦，你的老板冲一杯咖啡来给你喝哦，哎呀，唔敢当啊，唔敢当啊，应该我冲咖啡给你喝才对，你冲咖啡来给我喝，反常啊，所以你明白吗？耶稣啊，替门徒洗脚啊，因为耶稣要活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教导他们。虽然他们这一群不可爱的门徒，他坚持去爱他们。Yeah, 有时候你丈夫不可爱，有时候你妻子不可爱，但是你坚持去爱他。Yeah, 这就是活出爱。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愿意看到在你的家庭，在你所住的邻居社区，在你的公司，更重要的在教会 His Church， 你看到这里有一群弟兄姐妹们能够和睦共处的，彼此相爱，活出爱，而不是讲爱而已，不是理论而已，乃是活生生的活出爱。活出爱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在你跟父母的关系，在你跟儿女的关系，在你跟你的同事的关系，在你的社区，你的邻居，我们都要活出爱，这是上帝的心意。而且当我们活出爱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高油，上帝满满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向下流，向下流，向下流，一直都倾倒下来，满满的淋到我们的身上呀。然后呢，上帝的甘露滋润我们啊，
我们枯干的心灵啊，得到甘露的滋润啊，我们有喜乐，有丰盛，有草木花朵，因为有甘露的滋润，而不会成为沙漠。我们的生命不会成为沙漠，我们的家庭不会成为沙漠，我们的教会不会成为沙漠。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自己，谦卑自己，放下自己，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自我，放下我们的个人的执着，好执着啊！我说小人好执着啊！放下我们的执着，活出爱，哈利路亚！是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要祷告，我们一起站立。有需要要祷告，请你们自由地走前来。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被用心爱。需要祷告的可以自由走前来。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你世界。